又到晚饭时间，我看这里有一家东北铁锅炖，不知道你们吃过吗？走，我们过去品尝一下。这个座位还挺美的，花里胡哨的。这种东北大锅我也没吃过。你好，帅哥，这里菜什么好吃啊？炖鸡还行是吧？ 尝一下，大家好，新的一天吃饭时间开始，吃一个排骨啃一下排骨。冬天吃是真的爽，吃了人很热。 熟了吧？尝尝看啊，这东北人必备，我江浙沪人试试看啊，太烫了。玉米吃一下玉米。 香喷喷，太烫了。鸡爪品尝一下。这怎么锅里鸡爪有这么多？这我专门加了菜，鸡爪。我说了，一只鸡，最多也就两只。 一只鸡四只腿，啊，两只啊，一只鸡几只腿啊？谁能帮我解答一下？哈哈哈哈哈！